HighTeach 它带给我们班真的是很大的改变啊，因为从我开始接班的时候，他们是那种死气沉沉哦，那比我更像一个老灰啊这样子。可是现在他们比我还期待上课，有的时候我没有用到 HighTeach 的时候，他们老师你今天怎么不用？哦，我都觉得说小朋友其实比我们现在还习惯。然后因为有的时候我有上课的压力，我赶课的压力，或者是需要让小朋友多学到一些其他不一样的内容的时候，我就不会去用 HighTeach 嘛。那可是他们就会很习惯，他会觉得说老师用 HighTeach 我可以学到更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自己找。那再来从客人到主人哈，那我们要渐渐进入我们的主题，然后就是包括我们整个课程的一个运用哈。那其实过去我们都是这样子，然后各位老师可以发现，小朋友呢可能永远都是组长级的人。然后拿着这个大家归纳整理出来的东西，然后他很辛苦的讲，讲了很久之后，大家鼓鼓掌，然后这些就好像没事人一样就下去了。哦，我觉得这样子，哎，好像不太对啊，跟我们做想要的一个课室风景不一样。哎，我就把 HighTeach 导入了之后，各位老师可以看到啊，我们从这里到这里，这里是很多客人，但到这里。他们渐渐成为学习的主人，因为不再需要老师介入过多。那，老师可以看到他们就是积极的讨论啊，然后甚至于他们会想要说获得更多的加分，然后去做到更多的学习讨论，然后积极的发表。哦，我觉得 HighTeach 它给我们班的一个讨论的提高，讨论度的提高啦，或者是一个学生自主度的提高，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。每一个老师，我相信出现在这里，都有一个期待，就是说，希望让自己的教学变得更精彩，然后，让他呢帮助我们的课堂变得更活泼，然后学生更愿意投入。好，那 HighTeach 这一套系统，我觉得是真的有办法达到这样的功能。好，从我去年开始接触 HighTeach 之后，我把它融入在我的班级应用里面，那去增加学生的一个互动性啊、主体性啊，或者是他的一个参与度跟积极度哦，我都可以把它加进来。那为什么会说我喜欢用这一套哦？其实各位老师，我知道有些人会用那种 K 加的那个互动哦，那一套，如果老师没有事先输入题目，没有事先设好答案，其实他没有办法让学生及时互动，可是 HighTeach 可以啊。HighTeach 就像我刚刚展示的，我突然之间做一道题目，好，我直接这样，突然之间直接打一道题目上来，然后我把任务派送出去。HighTeach 的强大跟它进化的速度，哦，真的我要强调的是进化的速度。它从我去年开始接触到现在，它已经改版了好几次，所以我一直在学习。哦，不是只有学生要学习，老师也要学习啊。它功能很大，所以其实在这一串，各位老师，您还有很多东西，其实我没讲到。哦，那它让课堂变得生动活泼，然后是老师授课跟师生互动的最强助手。